山摇地动，群魔乱舞，肆意颠覆着万物大地，吞噬生命的大门打开了。
很多很多还活着的母亲都可以是你的亲人。你的梦落在那里，想着生活继续，天空失去美丽，而你却等待明天站起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你，血脉能创造奇迹，你双手铸成你回家的路径，生死不离。大家。
要不要忘记我的指挥，我们绝不能倒下，我们要守卫生命，不能倒，不能怕，首先要自救。地震发生后，村民自己扛得住，开始抢修坍塌断裂道路，安心养伤吧，我都是你的亲人，这里就是我家，几乎所有的大医院都腾出最好的病房，用心割出爱的满潮，用微笑抚平受灾者的伤口。我捐不出多少钱，捐出自己的血，因为我的血是热的，我的血是热的，我的血是热的。全国各地的输血站门前排起了一条条长龙，为了我们和你在一起，为幸存者和你爱的力量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你们要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为抢救人民群众而贡献自己的一切。中国有56个优秀的民族，中国有13亿英雄的人民，一定能战胜千难万险，取得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。大灾之年，我们压不倒。大灾之年，我们压不倒。大难之年，我们更坚强。大任之年，我们更坚强。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一定能风雨之后见彩虹。风雨之后见彩虹。四川。